我是公关列喝长的2012年了，11月3号，气温七度，在3:08，出发的是6773次哦。东南方舟经由宜阳县开往七度的2023年今年度的台湾科普彩绘环岛列车，即将在它的最终区域，环岛的最终区北部区间段，终于停靠，停靠七度，它开到七龙。那我就不跟去基隆了，对吧？哎，毕竟现在就可以一直拍，一直拍，一直拍，一直拍到。好了，我的6773次，在我们的七里五站，今天的第一段七里五站终点站现在。150/1509。然后大家变成6702次哦。从七五八车经由西部干线看往基隆。然后交汇是18次，苏宁发车将沿线啊苏澳的用500行圈了。10分，11月3号，然后它20几分呢开6701。好了，我的18次在我们的汽油站关闭车门，准备驶离。拜拜，再见。拜拜，用五一三下山，用5/1500的，在我们的7万7万池里哦，谢哥，再见，拜拜，2:11，7月3号再见，拜拜。